很不一定要做的。一目动静，皆安乐，禅子就是要觉性、自性、明心见性。最重要，不动心、不动念，才是高层次的。不执着心、不执着境，只是低层次的。我没有固定形象，坐禅也不能只有固定的盘坐。行住坐卧都要有禅，保持明心见性。